咱继续看，92页。那么第一章的名称呢？小大福献孝如盖诸喜那么民间不献当然，咱拄只顶一节课的解说呢，就是讲这个。伊迄个苏米，亲像苏米山迄个紫金宫的迄个火，那么呢，伊现代满空，啊，佮变化做琉璃嘛，啊，然后佮变做，亲像盖柱，迄个菜籽安尼较尼啊细，啊，然后就消失。啊，如果呢，若佮即句话另外独立出来来讲呢，就是讲佛伊现身变。安怎现呢？就是现伊的佛身，现伊的佛身呢，遍满整个的虚空安尼大，等于讲佛伊本身呢，伊会当甲伊的这个果报身，那是照这部经所讲的，弥勒佛的佛身呢是32中安尼长嘛，啊，毋过呢，伊若是用神通变化，伊会当变化无量无边安尼大。到整个的虚空拢总是看到弥勒佛的佛身当然，伊就无讲到这个消福现大遍满虚空安尼那么呢，当弥勒佛将伊的佛身遍满整个的虚空了后呢，然后呢，佫大福现孝如盖诸喜安尼就是这个这个意思等于讲将伊的佛身。变大啊，佮变小，安尼所以呢，这段嘛会当特别单独出来讲，就是指弥勒佛将伊的佛身呢变大了后啊，佮变小。当然，伊就无讲变大迄段文，就直接讲即个由大变做小安尼。那么佮再来呢以十方用以十方物。这呢，佮另外，伫个十方，那么用，这个用呢，就是，那是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跳，咱人咧跳呢，叫做用，那么伫遮呢，就是讲出现的意思，出现，那么这个物呢，物就是消失去，伫十方面呢，出现了后，佮伫个十方面消失去。那么安怎讲呢？写伫乌邦迄个十方呢？十方十方用啊，佮十方物第一呢，就是伫东方就是讲伊伫东方呢出现，变现出来，然后呢到西方遮物消失这是一种。东方出现，那走去到西方遐消失去。那么呢，反倒转来看，西方出现，到东方遐消失去，这是第二种啊嘛，佫再来呢，南方出现，北方消失，是呢，北方出现，到南方消失去，安尼佫两种嘛，佫再来呢，东南方。出现西北方消失去，是呢，西北方出现，去到东南方消失，来就是东北方出现，西南方消失去，那么西南方出现到东北方消失，佫再来呢，就是上方，因为是十方嘛，十方，十方就是。即东西南北四方以外，佮有即个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即个四个，佮来上下，就10个，上方出现，去到下方，消失去，是呢，下方出现到上方消失，即个就是十方用十方物，等于讲用神通，忽然间呢，伫个某一个方位出现。毋过呢，飞到另外迄个方向了后，就伫遐个用神通个
变现无去，安尼，哦，迄叫做十方用，啊，十方物。搁再来呢，吼，令一切人皆如佛心，啊，这嘛是一种神通的变现，就是弥勒佛呢，啊，伊予一切的众生，啊，予一切的众生呢，拢总亲像佛心共款。啊，那以这个世界来讲，吼，佛是具足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迄种的高报体呢，就是伊的佛心。不过一般的人无，啊，除了转轮圣王啊，有三十二相以外，啊，其他的一般的众生呢是无的。啊，那么佛伊就这个能力，啊，让一切的众生伊家己的高报体呢，啊，就变现，就敢那亲像佛心共款。所以每一个人看，哦，家己呢，拢总是一个清净、哦庄严的迄、那个哦高报体，啊，不过迄是短暂尔，哦，伫短暂的时间，哦，有这种的变现，哦，有可能呢，一日啊，就阁变化倒转来，哦，所以这就是令一切人，哦，皆如佛心，哦，那么种种神力无量变现，令有缘者皆得解脱。哦，弥勒佛呢，以现种种的神通变化，那么讲是十八种的变化，其实呢是无量变现，啊，是无量的。啊，等于讲每一种变化，哪个要详细来个说明呢？其实是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啊，那么呢，以变现者的神通的目的，就是要给有缘的众生，啊，来看。有缘的众生看到弥勒佛的这种身变，那么呢，对弥勒佛会生起哦，这个欢喜心，啊，愿意呢来亲近这个不可思议的佛尊。哦，这在过去呢嘛捌讲过，哈，佛以平心足通的变现，啊，唔是讲无缘无故来变现的，哦，嘛是有目的，哦，就是要来度众生。啊，佛菩萨的身变威力，哦。就是要让众生生起信心，哦，生起欢喜心，啊，然后呢，哦，愿意呢，要来亲近，哦，所以呢，就是要让有缘的人，拢总会当得到解脱，哦，这就是伊身边的目的。那么十八种的身边呢，哦，拄则讲，哦，就是每一部经，哦，伊讲的拢总无同，啊，拢总无同，啊，所以呢，伊伫这个大乘佛经呢，伊甲咱举这几种例。啊，这几种的身变的这个情形，啊，不过呢，那详细呢，哈，哦，详细来看呢，不止这尔，哈，哦，色体梵音，啊，哦，三十二夫神以欲界诸天，啊，哦，梵天王以色界诸天，并天主天女，脱天应乐，给予天衣，二善佛像。那么迄当中呢？这个色体梵音，啊，哦，地色天主，啊，哦，得离天的天主呢，色体梵音，伊堪三十二的夫神，啊，哦，这个三十二的夫神是啥物意思呢？得离天，另外一个名称呢，啊，哦，就是三十三天，啊，哦，三十三天，啊，哦，这个得离天这个世界，啊，哦，就是三十三天。那么伊中吼，中就是地色天主伊咧带。那么伊的东西南北吼，就是每一个方位呢，拢有八个天，啊，拢有八个天。伊这是平面的就对吼，三七三天，伊这整个平面，啊，伊的东西南北有八个天。那么呢，啊，中就是地色天主，啊，所以这个。啊，四百就三十二嘛，啊，那么佮加上地色天主，就变三十三，啊，所以得离天呢，就是三十三天。当然，这个主人就是地色天主，啊，那么伊其他这三十二天呢，就是伊的夫神，啊，就是伊的夫神。那么因佮带欲界的诸天，啊，就包括。啊，这个四天王天起哩，一直到他化主宰天啊，加欲界诸天，那么当然是以地色天主做代表。啊，再来呢，吼，梵天王哦，就是色界初禅大梵天啊，迄个主人梵天王，
伊带色界诶十八天诶天人，哦，那么当然呢，遮佫包括种种诶天子甲天女，因甲因身上诶璎珞，哦，等于讲佩戴伫身上诶遮诶装饰品，哦，项链、哦手环遮种种诶即个宝，啊，佫有因身上穿诶天衣，哦，拢甲脱起来了后，那么呢？就向佛顶悬安尼甲弹过去，啊、哦，二三佛像，啊、哦，等于讲，因即个天人呢，伊要用即个物件供养佛，吼、哦，安尼就直接，吼、哦，起立了后，就向佛安尼甲弹过去。那么，时诸天衣化成花界，诸天伎俩不顾诸名，歌咏佛顶。迄当阵呢，吼，遮个天衣就变化做花界，吼，等于是一个用火做个界。那么呢，就嵌在即个佛尊个顶冠，吼，弥勒佛个顶冠，吼，啊，就漂浮在遐。那么即个天个音乐，吼，即个天个遮个乐器，吼，就是伎乐，因呢，吼，无人去甲，吼，弹奏，伊就家己。奉上即个音乐出来，啊、哦，那当然即个音乐呢，拢总是咧赞叹佛的功德，啊、哦，拢咧赞叹弥勒佛的功德，啊、哦，那么蜜语天花，煎蛋十香供养伊佛，啊、哦，即、这个蜜语天花呢，就是遮个天人，伊不但落即个天衣供养佛以外，伊阁落即个天的花，啊、哦，遮个种种的宝花。那么这个花呢，伊落的数量真多真密啊，所以叫做蜜语天花啊、哦，就是多嘛。那少呢，就看咧哦，遐一个香，遐一个香哦，几蕊啊尔哦。那么呢，真侪蕊呢，等于讲整个的天空拢看到花啊，迄、哦、叫做蜜语啊。搁、哦、再来呢，搁用这个煎蛋十香啊、哦、来供养佛。啊、哦，嘛，这嘛是天人，啊、哦，按虚空遐弹落来，吼、哦，各项道物悉诸同欢，啊、哦，消诸名香，积烟入魂。那么这是进前的讲的呢，就是天，啊、哦，天衣就是弹天衣、璎珞，啊，佮有即个天花，啊，佮煎蛋香来供养佛嘛。那么人。哦，人间的遮个百姓呢，哦，伫即个剃头灭形内面，哦，伫个一切的街啊路内面呢，哦，因着持立动幡，哦，着踩即个动幡，沿即个路的香槟，哦，持立呢即个动幡，啊，搁来烧种种的，哦，名贵的香，哦，那么香烧了真济呢，哦，漂浮的烟着亲像云安尼共款。世尊入城时，大梵天王悉提梵音，合掌恭敬，以偈赞佛。哦，那么大梵天王甲悉提梵音，就是色界天甲欲界天的两个代表。因呢，伫遮哦，就合掌向佛，哦，啊，非常恭敬，哦，来讲出这首偈言，哦，来赞叹弥勒佛。哦，伊讲呢，正遍知者两足尊。天人世间无一定，十力十力世尊是稀有，无上最胜量福田啊！这个正遍知呢，啊，这个、真正拢其实这个寄言呢，伫弥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啊，嘛是拢有同款的这段寄言。正遍知呢，就是佛的十号之一啊，正遍知。哦，就是呢，啊、哦，佛，啊、哦，以遍知一切的事理，啊、哦，对一切的事理，不管是世俗地，啊、哦，还是圣义地，这一切的事理呢，伊无颠倒来觉证，啊、哦，这叫做正遍知，啊、哦，当然佫有其他的解说，啊、哦，这是参考《上圣经》，啊、哦，遐拢有讲到。那么两足尊呢，啊、哦，当然咧赞叹佛，啊、哦。佛呢是两足诶，生类当中呢最尊贵诶，啊、哦，就是天也好，人也好，拢总是属于两足诶种类，
不过佛在这当中呢，是最尊贵的人。那么天人世间无一定，因为两足尊嘛，不管是天的世界、人的世界，无人会当超越伊，莫讲超越伊啦，要堪伊平等都无，佛是最尊贵的，要堪佛平等都无啊嘛，无一定。十力世尊甚稀有，这个十力呢，就是佛的功德其中一种，佛的有无量无边。不共于他的功德，比如说十力，数无所谓，或是说十八不共法，这佛的功德很多，这如果要说呢，内容会很宽，简单说就是他有十力的功德的这个世尊，当然世尊是十号的之一，佛的十号之一，所以十力世尊呢，也是在指弥勒佛，弥勒佛呢，甚稀有。因为世间最尊贵的独一的尔，唯独干那这个尔，所以非常的稀有。那么无上最胜量福殿，佛呢，伊是量福殿。这个福殿呢，就是讲咱会伫个这个所在会当栽培，无量无边的福，迄叫做福殿。不过福殿呢，世间嘛有福殿，出世间呢嘛有福殿。比如讲寺庙嘛是福殿。咱若是孝养父母呢，这就是量福殿，也是讲呢，这个人有苦难，其实呢，伊嘛是福殿，咱甲帮助嘛会当栽培福，迄个人善食，迄个人无饭人食，迄个人是乞食呢，伊嘛是其实嘛是一个福殿，咱甲帮助嘛会当栽培福，所以这是咱生福的根源，叫做福殿。不过呢，在世间出世间一切的福殿来对比呢，佛伊是最胜的福殿，伊是无上的福殿，因为佛呢最尊贵，无人可以甲伊比的嘛，吼。其供养者成天上，未来解脱诸涅槃，可修无上大精进，可修诸心大德殊。拄只迄段讲量福殿，佛伊是最圣的，无上的福殿。如果若有供养佛的话，有即个机缘，有即个机会会当来供养佛的迄种人呢，那么呢，当然伊栽培真大的福，即、這个福呢，互伊将来会当升去到天上。来讲伊世间的利益。其实世间的利益来讲呢，就是升起到天上，啊是讲呢来人中享受富乐，如果呢来出世间的利益呢，就是未来解脱诸涅槃，在将来呢，伊咪当解脱生死，那么呢进入这个涅槃，就是呢将生死苦，将一切的烦恼呢拢种消灭，这种大安乐的境界，所以这是两种的利益。假世间讲，就是升天上，那么呢，若出世间呢，就是得到解脱，那么最后，这个，大梵天王释迦梵音，伊伫遮呢，要起手，起手呢，就是伊要甲顶咧，将咱的头壳顶，头壳呢，安尼打落去，将咱的头，安尼顶落去，迄叫做起手。简单讲就是顶礼的意思哦，伊要来顶礼这位无上大精进。这个无上大精进呢，就是讲佛伊的精进心非常大，伊的精进的程度非常大，甚至呢无上等于讲一切的圣人也是讲呢世间你若为着某一种的事物咧拍拼，迄种可以讲精进。啊，毋过呢，伫一切的精进内面呢，佛是最悬的，无人通会当超越伊。为虾米呢？因为佛呢，伊要度众生的这种的心，上界大，那么推动伊呢，伫三大阿僧祇劫，遐尼啊努力，遐尼啊精进，互伊呢，到最后，成就这个佛道。甚至呢，伊成就佛道了后呢，伊阁再来世间，广度众生，所以呢，
那徛在利益众生的啊，这个角度来看，啊，无人会当比佛搁较拍拼。所以呢，伊是无上大精进。啊，搁再来呢，哦，起修诸心大德书，啊，这个诸心大德书，啊，你讲这个佛，伊是有高深的诸心，啊，还是讲呢慈悲心？佛的大慈悲心呢，啊，是上界大。啊，伊慈悲心上界大，啊，那么大德师呢？德师当然这个是引导咱世间，啊，好比呢，痴迷的众生啊，走向光明，啊，这个就是德师。啊，当然这两句话呢，拢总是咧赞叹佛的伟大，啊，赞叹佛的功德。那么伫遮呢，伊要向伊顶礼，啊，所以这段寄言就是大梵天王。啊，色体梵音啊，因共同呢，吼、哦、所发出来啊、哦，来赞佛的啊、哦，这个啊偈。搁、哦、再来呢，哈、哦，东方天王啊，提、哦、条来擦啊、哦，南方天王毗罗啊，毗罗列擦啊，西方天王毗留卜擦啊，北方天王毗沙文王以及观宿。合哦，恭敬合掌啊，以清净心啊，赞叹世尊啊。这个东方呢啊，东方的天龙啊，伊只写哦，提条啊来擦啊，这是拢梵音啊，根据梵音来翻译的。这个就是持国啊，东方就是持国天龙。那么南方呢啊，就是精中。啊，正中天王，西方呢就是光目天王，啊，北方呢德文，啊，德文天王，哈、啊，这个就是四天王天的哦，四位啊大王。那么伊就带因的眷属，哦、啊，就是这的四天王天的这的哦、啊、天人，哦、啊，嘛是伫这合掌恭敬。那么呢，发起这个清净的心。啊，拢无污染、无杂染，啊，是讲呢，伊个心呢，啊，伫这个时阵，啊，就是呢，啊，拢完全啊向佛，啊，干那心内面呢，就拢总注重伫啊佛的啊功德安尼俩，啊，这嘛可以讲清净的心，啊，那么要来赞叹这个世尊，啊，伊安那讲呢，啊，三界无有比。啊！大悲诸庄严，体解第一义，啊，不见众生性，给予诸法相，啊，动入空寂性，善住无所有。这个三界无有比，啊，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简单讲，世间呢，世间啊，无人啊可以堪与比较。啊，当然这是咧赞叹佛的境界，啊，佛的功德，伊是最伟大嘛。卖讲三界，吼，但是十法界呢，就是佛伊是最，吼，最高超的嘛。啊，所以呢，讲三界无有比，啊，那么大悲诸庄严，啊，咱一般的人，哈，要庄严，啊，比如讲呢，头毛，哈，头毛呢，哈，理好清气。啊，偌好顺啊，还是呢，挂耳钩、挂盘链啊，还是穿好水水，安尼叫做庄严。不过呢，哈、啊，圣人呢，哈、啊，圣人是用伊的功德啊，用伊的哈、啊、功德来庄严自己啊。当然呢，迄、那个功德无量无边啊，一切的圣人拢是安尼啊，用伊的清净的功德啊，清净的心呢。来助庄严，而且呢，伊来赞叹佛，哦，因为佛呢，啊，较特殊，啊，伊现在呢，啊，照讲，啊，以佛的境界，啊，伊可以呢，在家己的世界呢，啊，享受伊家己清净的富乐嘛。不过呢，因为伊有大慈悲心，啊，所以伊愿意呢，啊，来到咱这个啊污染的啊环境呢，来度众生。啊，所以伫遮呢特别啊，要来赞叹佛的大慈悲心啊，所以呢，伊讲伊是用大悲来助庄严。
粉呢，若要讲伊个特性，就是伫大悲遮，大悲，含其他个圣人无共。那以阿罗汉，以辟支佛来讲，因个悲心，因个悲心呢，若要来含佛比呢，根本就袂比较一，所以佛菩萨个特性呢，就是伫大悲心遮。这嘛是因最伟大的功德，所以呢，用这个来庄严自己，体解第一义。这个体解呢，就是讲，伊是亲身，迄个体可以讲亲身的意思啊，亲身去觉证第一义地，体解，体解的意思就是安尼，体解啊，亲身觉证第一义。哦，等于讲，咱伊对第一义的理解，毋是听人讲的，毋是讲人家报送互伊，讲互听，伊遐了解，毋是，伊是亲身家己去觉证的，就是伊迄个无分别，无漏无分别的智慧，去观照，即个真如理，那么这当中呢，真真实实。伊亲身去见到的，毋是听人讲，安尼，啊，毋是人报伊的，报伊看伊自己觉证的，觉证啥？觉证真如理。那么这个真如理呢，可以讲就是第一义。为什么讲第一呢？其实呢，伊这是最真实的，一切的万事万法拢总虚假，毋过呢，唯独这件。是真实法，所以讲叫做第一义。迄个义呢，其实可以讲叫做境界，真实的境界，真实的境界叫做第一义。除了这以外，其他拢总是假。比如讲咱伫世间，世间呢，拄只嘛有讲，世间众生的各报体是啥？色相想行识。那么咱大的环境呢？拢总是物质的，这是啥？这种虚假，这种虚假的物件，无真实。啊，不过呢，有一个最真实的，就是真如，在一切法当中呢，伊的本质，本质就是迄个空寂性，迄就是最真实的，最真实的境，世间的境呢，拢总虚假，不过呢，唯独这个是最真实的，叫做第一义。那么这个第一义呢，要靠啥？靠伊，靠伊迄种无分别智，才会当照见。那无迄种的智慧呢，佫看无，看袂到。迄叫做体解第一义。那么呢，不见众生性，这个不见众生性呢，其实这个众生性就是众生相，众生相。咱一般呢，一般来讲就是，什么叫做众生性？其实呢，若要甲讲的是，即个我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五见也好，五见也好，还是讲五执也好，还是讲咱一般的人，咱一般的众生呢，就是讲，伫个即个，五蕴内面，执着有一个我。其实咱众生的各报体，就是五蕴的组合尔。啊，毋过呢，咱因为有五见的关系，所以伫这个五蕴的组合体内面，有看到一个我存在。那么迄个我，事实是无的，迄个我是事实是无的。啊，搁再来呢，比如讲这个声闻的众生，声闻的众生呢？当然，伊破除即个五见嘛，比如讲阿罗汉，伊是破除五见，破除五见了后呢，当然伊嘛会当认同讲，即个众生，即个众生的即个五蕴组合内面无我存在。不过伊当阵呢，伊看到啥，伊就是有一个众生的，一个概念，比如讲咱凡夫嘛是，有我。有众生的相，那么圣人呢？当然无我嘛，或者是讲伊嘛无众生的这个相，
无即个众生的相，啊，毋过有啥物货？有法相。哦，即、這个阿罗汉就是安尼。阿罗汉断除我了后，当然伊嘛知影讲即个众生是虚假，啊，毋过呢，五蕴的相还佫伫个，哦，迄就是法相。啊，如果呢，若到菩萨呢，哦，到菩萨了后，伊呢嘛将即个法相佮断掉，啊、哦，法相佮断掉。哦，就是这个色相相形色，哦，这个法的相，哦，伊嘛个断掉，所以才讲不见众生相，啊，个呢不见这个诸法相。那是以这个断掉五执来讲，咱讲，哦，这个阿罗汉断五执，唔过呢有法执，哦，阿罗汉断掉五执了后，啊，个有法执，哦，迄就是法相。那么菩萨呢？伊不但断五执，啊、哦，伊个断法执，啊、哦，迄个是断掉众生相，啊，个断掉这个法相，啊、哦，所以讲呢，就是咧赞叹这个弥勒佛，啊、哦，伊对一切的众生相，啊、哦，啊，对一切的法相呢，拢总是不见，简单讲就是无执，叫做不见。这伫之前嘛捌讲过，吼、哦，这个无缘大慈悲嘛。啊，佛的慈悲呢是无缘，吼，无所攀缘，啊，因为一切的众生性，一切的法性，伊拢总不见啊，啊，所以得无所攀缘，由这样来发起大慈悲，啊，所以才甲咱讲一个五执，一个法执，啊，当然众生呢，哦，两种执拢有，那么呢，阿罗汉断掉五执，还佫存法执，啊，菩萨呢，伊甲法执嘛渐渐爱断，到最后圆满。卡是哈成就佛道啊，这个就是不见众生相，啊，过来呢哈不见诸法相。那么动入空寂性啊，现诸无所有，就是混呢，依到最后去到对，啊，混呢，诸佛拢总进入这个空寂性啊，就是进入这个啊毕竟空内面。迄就是空寂性，啊，因为那是咱众生的心有执的话，啊，有烦恼的话，啊，那么呢，就爱主宰有嘛，啊，咱就是有执着，啊，所以呢，主宰这个有。那么其实分呢，伊心无执，啊，无所攀缘啊嘛，那么无所攀缘，要攀缘啥都无，啊，所以进入这个空寂性。因为伊体解第一义，因为呢，伊无迄个众生相嘛，无法相啊，所以呢，去到对，就去到诸法毕竟空遐，众生无，啊，法嘛拢无，迄是啥物境界？就是空寂的境界。哦，那么诸佛呢，拢总呢，哦，趋向这种的境界。哦，那么呢，现诸无所有，这个意思嘛是同款。啊，空寂性其实呢，就是无所有，啊，无所有，啊，这个无所有呢，就是拢总无，啊，就是讲诸法拢毕竟空嘛，啊，毕竟空就是无所有，啊，还是讲另外一句话呢，就是不可得，啊，不可得，啊，一个空的物件，就不可得嘛，就是有才会当得到，那若无呢？无就是不可得，哦。那么现在佛因为伊无执，啊，无执众生相，啊，无执诸法相，所以呢，伊安住伫对。比如讲，伊安住在啥物所在，就是无嘛，迄个就是无所有。哦，啊，佫再来呢，随行大精进，无为无啊足净，五金。啊，可修炼诸心大德书。这个分呢，伊虽然哈行大精进啊，这个虽行大精进，拄则讲过，吼、啊，伫迄个大梵天王释迦梵音赞叹分呢，伊是无上大精进嘛。啊，分呢，伊真努力，吼、啊，咧度众生。啊！伊伫个因地诶时阵，吼、哦，三大阿僧祇劫，伊迄个精进诶力量，吼、哦，力度呢是非常大。啊，就算伊成就了后、哦，
啊，伊一直呢来即个世间，一直度众生啊，迄嘛是大精进啊，就讲伊个精进的力量啊，无人堪伊比啊。所以佛呢，其实呢，毋管伫因也好，啊伫成就以后也好，伊拢总呢真努力啊，咧度众生，即叫做行大精进啊，为着助利，为着利他。那么呢，伊拢总咧努力，拢咧拍拼，迄叫做随行在精进。啊，毋过呢，无为无足迹，佛助利利他。吼、哦，那咱一般来讲，吼、哦，我真拍拼咧做事业，吼、哦，真拍拼咧做事业呢，做啥物事？助利利他的事业。毋过呢，伊到做无为，其实呢。啊，无所作为，伊拢无咧做种，伊咧度众生，其实呢，啊，敢有咧度啊？无众生可度啊，伊咧成要真努力，要成就佛道，其实敢有成就佛道，无佛可成，啊，迄叫做无为，啊，无为的意思就是安尼。啊，我有，伊真打拼要度众生，敢有众生通度吗？无，为虾米？因为拄则讲嘛。不见众生性嘛，啊，结义诸法相嘛，众生性都无啊嘛，那么伊要度什么众生？无众生可度，哦，啊，搁再呢，诸法相，哦，诸法的毕竟空，其实佛无上菩提嘛是毕竟空啊，哦，佛的一切的功德，其实呢嘛是拢毕竟空啊，哦，嘛是拢不可得啊，哦，嘛是拢种无所有啊。那是一拍这间讲的是安尼，啊，不管伫生死轮回，伫世间的众生也好，啊是讲呢，互你达到佛的境界也好，这一切法呢，拢总是空寂性，拢总是无所有。所以佛三大阿僧祇劫，他尼啊大的精进力，甚至呢成就了后，一味咧度众生，其实呢。因为不见众生性，给予诸法相，在咱看，伊伫个世间，吼，一直实现，一直度众生。其实呢，徛在佛的立场，伊是无为，啊，伊无颠倒，伊嘛无创啥物货。啊，好比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伊讲伊四十九年呢，啊，无讲一句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凡夫无迄个境界，无法度体会。啊，认为讲呢，伊讲啊侪经。不过佛呢，伊讲伊自己呢，都无讲半句话，迄叫做无为。啊，不过呢，伊嘛是行大精进，唔是讲无众生，哦，众生拢毕竟空啊，伊就无来啊，反正拢空嘛，拢无，我何必就来压价来遮度众生啊？无，伊嘛是来这个世间度众生，因为伊体会，吼、哦、第一义，吼、哦，那么伊知影众生甲诸法拢毕竟空。不过众生唔知影，众生受有诶妄执，所以呢，众生咧受苦恼。那么佛伊了解这个道理，不过众生呢唔知，所以众生继续受苦。所以佛伊嘛是爱来，不过佛伊来，吼、哦，和你讲释迦牟尼佛八十年安尼做遐尼侪工课，助利利他诶工课。不过呢，徛在佛来讲，伊是无为，将来弥勒佛嘛是同款。哦，那以现在来讲，哦，弥勒佛伊伫道出天宫咧度众生，哦，那徛在伊自己的立场呢，其实呢，伊嘛可以讲，哦，无为，哦，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无足证呢，这个足证，吼、哦，咱也伫吼路人咧行，啊、哦，尤其呢，讲这个落雨梅啊，你若安尼甲打过呢，伊会伫顶悬留一个卡号，迄、那个叫做足证。啊、哦，这个意思就是安尼，吼、哦，一个脚印在遐，啊、哦，那么呢，你后边的人若看到遐有一个脚印，你就知讲遐有人行大过，哦，迄、那个叫做足迹，哦，那么佛伊讲随行大精进，伊伫这条路，哦，讲伫这条菩提道路咧行，啊、哦，哦，伫这条吼助利利他的这个道路咧行，不过呢，伊并无留脚印在遐。因为啥无为嘛，啊，咱就有行大过，较有卡好大遐。你若无行大呢，吼、哦，无行大的话是无留卡印。所以这个道理呢，嘛是同款。
你讲随行大精进，就是有行胆嘛，毋过呢，煞无留脚印，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哦，咱若是讲有执着的话，啊，有执着呢，就有留这个足迹，啊，有留这个脚步在遐。啊，咱若甲当作真呢，啊，咱就会留迄个脚印在遐。那么现在呢，啊，佛因为不见众生性，啊，甲诸法相，所以呢。伊虽然你感觉讲有咧行迄条路，毋过呢，伊自己是无，所以呢，就是无留脚印。那么安尼看，到底有行还是无行？不可思议。哦，啊，好比讲呢，亲像即个鸟啊，鸟啊呢，咧伫经内面嘛有一种比如啊，鸟啊伫空中咧飞，啊，请问敢有留伊个脚印？无。啊，你伫空中呢是看袂到伊个脚印，是无个。啊，鸟啊伫天空中咧飞，咱若伫土骹咧行呢，吼会留脚印嘛。毋过鸟啊伫空中咧飞，伊脚嘛是踏在铁，吼踏在即个空中嘛，虚空。毋过虚空呢，吼并无留脚印。吼，所以即个境界呢，嘛是共款。混呢，伫世间吼行住哩利他的事业，毋过呢，徛在伊家己的立场呢，拢总是伫毕竟空内面。那么伫毕竟空内面呢，要做啥物货？就无为无著迹，啊，所以这是咧赞叹佛，啊，的境界，啊，遐尼啊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四天王呢，吼，伊讲五金可修礼，同款伊只咧要来顶礼，顶礼即位诸心大德师，啊，就是指啊弥勒佛，众生不见佛，中也受行识。啊，追对三恶道，急作啊，如人心啊。过去呢，啊，众生就是因为无迄个因缘啊，去撞到佛，所以呢，伫真久长的黑暗暝呢，吼，拢一直咧受生死轮回啊。伫世间啊，世间就是中亚啊，世间就是中亚啊，因为三界内面呢，啊，咱若是无。佛法等于讲呢，就是无光明。啊，三界内那是无佛法的话呢，就完全无光明。那么佛无示现伫世间，等于讲三界内呢，哦，拢总无光明。那么迄叫做中亚，啊，中亚内面一直受生死轮回。啊，因为无佛的教育，所以呢，拢坠落去三恶道内面。啊，就算呢，好运来到人中，那么做啥？就是做女人心。哦，当然这是哦，那以佛法的哦思想来讲，这个男众甲女众哦两种的高报心，当然哦会做女人心哦，一般讲业较重，哦业较重安尼，业若上重呢，去三恶道。哦，啊，若讲到人中呢，较轻小块，做女人心哦，安尼。那么今日佛行舍，哦，不可思安乐，三恶道依孝，哦，女人无忝缺，哦，该当得知识，哦，积聚大涅槃。那么现在呢，哦，佛行舍，哦，行就是出现，哦，佛。出现伫世间，那么呢，佛出现伫世间的目的呢？哦，当然就是要来拔苦，啊，要来拔度众生的苦，要布施安乐予众生。所以现在呢，因为有佛的关系，三恶道呢一定减少啊。哦，伫世间呢，吼三恶道一定减少啊。哦，那么呢，这个女人呢嘛无忝缺。哦，这个忝缺呢，哦，就是歪缺。哦，一般讲呢，哦，那是以这个《大爱的比丘尼经》讲的，哦，这个女人呢，哦，伊讲有真侪种的过失，哦，啊，大多数呢，拢咧讲哦，心性的方面，哦，当然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哦，那么其中呢，哦，就讲一个忝缺，哦，这个心呢，哦，心呢拢较歪缺安尼，哦，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佛示现的关系，所以呢，众生拢真正得，
哦，拢总呢有迄个要得到涅槃的意愿，哦，拢总呢有要得到解脱，哦，安尼，哦，所以呢，解脱得知识，哦，这个三恶道一定渐渐减少啊，哦，那么呢，女人呢，哦，嘛拢无忝缺啊，到最后呢，拢总会当知识，知识啥，就是知识烦恼，哦，将烦恼。加哦啊，将这个恶业呢，哦，渐渐拢总甲停止，到最后会当记住哦，大涅槃烦恼呐停止哦，甚至呢断除哦啊，这个业呐拢断除呢，到最后就是进入涅槃哦，涅槃就是灭嘛哦，大悲这苦者哦，喜乐故出世哦，那么这个大。B 呢？哦，伊只就是咧积福，哦，咧赞叹弥勒佛，哦，大悲心，哦，大悲心的人，哦，大悲者，那么这苦者，哦，就是要来这度众生的苦，哦，拄只讲白苦嘛，啊，白苦就是这苦，哦，就是要甲众生一切的苦，拢甲拔除，要甲众生的苦呢，拢甲伊停止，哦，这度的这个人。伊为着保持快乐的缘故，卡来出世，哦，喜乐故出世。这个当然，伊喜乐呢，就是要保持大涅槃乐，啊，唔是要予咱世间的乐。啊，当然世间的乐，咱会当兼顾三宝加栽培，啊，无唔对。不过，迄毋是佛的目的，伊呢要爱众生得到的呢，就是涅槃乐。本为菩萨时，常施一切乐，不杀不恼他，忍心如大地。哦，那么呢，弥勒佛伊伫因地，哈、哦，因地作为菩萨的时阵，哦，伫进前阿未成佛进前，伊阿个是菩萨的阶段的时阵，这就是讲伊修因，哦，伫个修因的阶段的时阵呢。伊就定定保持众生一切的快乐啊！哦，伫菩萨在咧做这件代志，唔是讲成佛下来度众生哦。伫因地哦修菩萨道的时阵，在咧保持众生快乐啊！哦啊，然后呢，不杀不恼他，伊呢就无杀害众生，无恼乱众生。当然呢，要予众生苦哦，那较轻的呢，就是恼乱。哦，让伊心艰苦，啊，若严重呢，就断掉伊的命。哦，那么这违背菩萨伊慈悲的本愿嘛，所以伊在因地咧利益众生的时阵，就无做这代志。哦，不杀不恼他。那么呢，忍心如大地。你讲菩萨呢，伊要度众生。哦，那以这个修菩萨道来讲，三大阿僧祇劫。哦、三大阿僧祇劫呢，伊要自利利他，要行这条路呢，伊得爱具足真大的忍辱心、哦。因为呢，要修菩萨道，会当着真济苦、哦。包括呢，咱要修行，要含真理相应。哦，这当中呢，嘛有真济、哦、苦恼、哦。我真用功要修行，哦、要来觉证真理，这呢嘛有真济、哦、苦恼。要度众生啊，嘛有真济苦恼，哦，这种爱当堪忍，所以呢，菩萨伊个忍辱心呢爱特别大，何必大地共款？哦，那么伫只嘛咧赞叹弥勒佛，伊过去呢伫因地修行个时阵，伊个忍心嘛亲像大地。这个大地呢，大地哦，要讲咱众生呢生活伫大地，那么大地呢住在咱。哦，咱个糟蹋，哦，咱拢卡打断大地电管，哦，啊，咱呢，哦，大小便也好，哦，即不净物也好，嘛是拢偏到大地，你甲过垃圾，伊嘛接受，你予伊啥物货，伊嘛接受，哦，大地，啊，你甲开发，你甲挖，哦，安尼，你遐甲迄个山甲挖掉，啊，甲挖一个窟啊，伊嘛拢接受，哦，所以即、這个。大地呢，伊就会当容受众生的种种的作为。那么菩萨呢，伊的忍辱心呢，就好比大地同款，会当呢哦，堪忍众生
对伊种种啊非礼的作为。啊，所以呢，这若是无相当大的忍辱心呢，无法度行菩萨道。啊，所以你只讲弥勒佛，伊本来伫菩萨的阶段的时阵呢，伊呢就有迄种真大的慈悲心，啊，真大的忍辱心。啊，因为慈悲要让众生快乐，唔甘呢去伤害众生。啊，因为忍辱心的关系呢，会受众生的糟蹋，拢袂要紧。哦，所以这个拢咧赞叹哦，弥勒佛伊的功德啊。今仔讲到这裡。